我觉得你会比我先移开眼睛。要和我打赌吗？谁先忍不住？你笑得好明显，你却真的不是在故意捉弄我吗？如果是这里，别碰了。不，这把钥匙不是。啊，要到这种程度啊！我已经不想将这称之为干扰了。就算隔着T恤，我都能感觉钥匙变热了。我还想再靠近你一些。我的眼睛很亮，可能是因为看着你吧。你其实就是故意想看我这样，看着你，我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很美好。这里只是有些，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你看起来很开心，你是不是掌握了窍门？你期待很久了。我才没这么容易认输呢，就是你的脸好红。就这么看着我，那我会，现在的想法是这样，对吧？没什么，是屋里有点热，你这样算是作弊。记住了吗？我真的只是怕痒，再大胆点好了。原来是你的头发碰到了，感受到我的脉搏了，是不是很快？我原本没想到会这样。我喜欢你牵着我，我们还可以再近一些。